花莲的签唱会结束了，然后所以我们要来吃一些美食。先从麻吉开始，听说麻吉很厉害，在这边我们来做一点小活动。真的麻吉，他要先做一个给我。为什么特别喜欢吃花生口味？就觉得那个花生粉那个感觉，有很多层次的口感。就哦，好嫩哦！来了。嗯，了不起。它很多的花生在里面。嗯，可以吃得出来那爱心。Hello， 大家，我问题想好，所以答对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什么呢？就是我在花莲的一些精品店，或者精品的一些食物啊，一些有的没有的啊，然后我会送给你们。所以问题就是我在哪一首歌唱到擅长拥抱这五个字？